来 ，Hello， 欢 Hello， 来到红安街这边，这边，真香。Hello， 后面都知道了，真香。来，吃这碗，这碗50块，感觉好干净啊。里面肉羹哦。辣椒，你好辣椒。你好辣椒，好了。我不喜欢辣椒。在这边，自己做的。自己做的，我看一下。就是。好像自己做的。你加点啊，不要，有不太多。对对。对。50块蛮大碗。啊，加一匙，加一匙。加一匙。开始，拿走一点吧，小姐，再拿走一点，不要太末端，等一下会滑下去，斜斜的，没吃啊。这家已经吃过，这样干嘛？你之前，之前我跟我老妈来吃过。有啊，我之前有吃过了。吃过。那边那家是什么？阿米什么料？对啊，那边是阿米。啊，这是这间是这个肉羹比较好吃。啊，你不是要吃他的？排骨饭哦，排骨饭，之前有排骨饭了。你忘记了，你之前来吃过了。不是的，我说那个乔味香。没有了，之前你那边有肉羹面呢。便当那个吗？都差不多，这几天都差不多，都还不错。哦，看你吃了没？好香啊！肉干净还蛮好吃，这个味道。啊，总之干看起来干干净净的，这味道很好。对啊，我老婆还说要点那个什么卤味，我说等一下要去吃晚餐了，我要回家吃晚餐了，这只是那个填饱肚子了一下，你要加那个，你下次想吃再一个一个慢慢点就好。等一下回去了，家乐福买个东西再回去了。你没有像我这么厉害，好不好？我今天只有吃几个东西而已。我那天跑马拉松更厉害，花7个小时只有吃夹心饼，几片夹心饼。7个小时我吃了几块夹心饼。对啊，快一天了呢。我们工作是8小时呢，我快一天了，我吃几块夹心饼，这样子把它跑回来了，有没有厉害？所以。你不要看我这么短张，我的胃还是可以休眠状态哦，不会像你说肚子饿了一定要吃哦。我早上要是睡很晚，真的是休息的状态，就是我可以不用吃饭。我老婆没办法，我睡到中午才起床，我可以不用吃饭。我老婆没办法，她肚子不管，像那天肚子那个脚痛，她还是要起来吃早餐。我可以不用，所以我比较厉害哦。好家好，好家好，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好了，影片结束了，差不多结束了。那喜欢我们的影片，可以订阅我们两个人我的频道哦。OK， 好，拜拜。